大藏经。又作一切经，一代藏经、大藏藏经、三藏圣教，只包含三藏等之诸藏圣典，亦即以经律论三藏为中心之佛教典籍之总集。大藏经一词不见于印度或我国最早期之记载，于我国南北朝时代仅有一切众藏经典、一切经藏等称呼，直至隋唐之后始有大藏经之称，当时系指由朝廷敕命、钦定、纂辑之一切经。早期之佛教经典有九部经或十二部经之分类，此外类编佛所说之四阿含、五部而称为经藏、纂及有关诸弟子之戒仪等称为律藏，诸论师之传述则称论藏。原始佛典如阿含及诸律等皆以口诵相传，经过结集定证确认后成为圣典之权威，方以文字记录下来。大乘经典则反之，多以书写方式流通，如佛本行及经卷五十一，载用笔墨陀罗叶大方等大集；经卷三十载用纸墨持心梵天所问经卷四，宝女所问经卷四，普药经卷八探佛品等载用竹帛，亦有于壁上书写经文者。此外正法念处经卷四十、卷四十六、大般涅盘经卷十四、梵网经卷上、大佛顶首楞严经卷七等，亦举出叶纸、画皮、贝叶、纸、素白蝶等名称。大藏经之原典原本有梵语、巴利语二种，梵语原典经已残缺不全，巴利语藏经即译自梵语之汉译、西藏译，自西藏译本转译之蒙古语译、满洲语译、西夏语译等大藏经，大体上仍完整的留存至今。现今流传之佛典从语文上可分为巴利文、梵文、藏文、汉文、日文、蒙古文、满文、西夏文、西洋文等数种，前二种为原始型佛典，后面数种则由前二种转译者。巴利文，巴利文三藏又称南传大藏经，为南方佛教所依据之圣典，其成立年代被推定为西元前二至一世纪。另据锡兰导师巴迪帕瓦 SA 记载，西元第一世纪末，锡兰王婆他加玛尼王巴 VAAGMI 于无畏山巴 Upalagiri 经舍邀集五百圣者，书写口传的巴利三藏，此即今日巴利文大藏经之原型。后经多次变迁，至西元五世纪，佛音巴布达戈萨又称佛陀瞿沙前往锡兰，将当时用土语所传之佛典全部改为印度本土之巴利文，并彻底整理有关之注释书，巴利文三藏至此乃见完毕。其后佛音曾至缅甸等的传道，巴利文三藏亦随之传布于缅甸、泰国、越南、高棉等的，故知巴利文三藏系以锡兰为重心，渐次流布缅甸等处。今日巴利文系三藏有锡兰字、缅甸字、暹罗字及柬埔寨字等之各种版本。十九世纪末期，泰王秋罗龙高武士 Chula Long Korn V 曾发起汇集校刊流传南方佛典，并以暹罗字官本刊行全部藏经，必易学戒制据。此外西洋佛教学者自十九世纪开始巴利文佛典之研究，故巴利文三藏之出版与传译情形颇有与日俱进之势。参阅南传大藏经三千七百四十八梵文，
印度贵族本有一种流行之雅语，然佛陀在世时，由于主张四性平等，故不采用雅语。佛陀入灭后百年，请文法学家波尔尼将雅语降为离定，便于通行，佛教徒亦采用之，以记录佛典，此即梵文佛典。梵文佛典与巴利佛典孰先孰后已不可考，为其流布区域有泾渭之别。据传于迦腻色迦王时曾刊定三藏，凡无传本者皆书写之，已有传本者则效刊之，梵文佛典乃称完备。然现存之梵文佛典大多仅于片段，内容亦笼统而杂乱，不若巴利文三藏之完整分明。就教理而言，巴利三藏可说全属小乘教义，梵文佛典则大部分属大乘教义，其中多数早已有汉译本，然亦有不少尚未汉译之珍贵文献。近代在尼泊尔、西藏、中亚等的均有梵文佛典之发现，而以尼泊尔发现者位数最多。1822年，英人何吉森 （B.H. Hodgson） 于尼泊尔搜集梵文圣典，共得380部新旧写本。1873年至1876年间，英人莱特 （D. Wright） 继续搜集，共得320余部。梵文佛典之所以多存于尼泊尔，据学者研究，佛陀入灭后三世纪初，中印度佛教遭到空前之教难，印度佛教徒多逃入尼泊尔。又于13世纪，回教徒侵入印度，印度佛教徒再避入尼泊尔。其地气候苦寒，即适于梵切之保存。除尼泊尔外，于田、敦煌、高昌、龟兹等处均发掘大量梵文佛典，对学界之贡献及影响极大。现存之梵文三藏原典虽仅极光片语，寥寥可数，然在西元一世纪请即流入西藏、中国，早已翻成布置浩瀚的藏文及汉文三藏，而于全部佛教经籍中占着重要位置。汉文佛教各系之传译经典中，以汉译大藏经翻传最早，布置亦最庞大，起自后汉，起于元代，系由梵语、巴利语、胡语等译出。最早期之经典翻译，以东汉桓帝建和二年148至洛阳之安世高为代表，主要翻译小乘经典。桓帝末年之时，大乐是国之支娄迦谶译至洛阳，主要翻译大乘经典。经典翻译之初，仅是各自书写传持，至福秦道安314、385，始将译经加以搜集分类，编成目录，此即宗理众经目录一卷。内分撰出经律论录、译出经录、古译经录、诗译经录、良土译经录、关中译经录、仪经录、注经及杂经志录等八部分，共收经典639部886卷，为我国第一部之佛典目录。其后森佑、宝畅等译撰各经录以增补之，当时并书写全部译出之经安置公事。朱大寺弃隋唐，译经事业更甚，而有单译、众译、别生、疑惑、未忘等之分。我国撰述之抄袭、传记及著述等译相继入藏，总计历代所编藏经目录多达60-70部，现存者有20余部，其中以森佑之初三藏记集、法经等之重经目录，废长房之历代三宝记、道
宣之大唐内典录，至深之开元释教录，庆吉祥之至元法宝刊痛总录等为罪者，又于上举各种经录之中，开元释教录已收录完备，技术正确，分类合宜，而受到各时代学者之重视，其分类法亦为开宝藏已将大多数之藏经所沿用。其梁以后，超级诸经要旨之风亦盛，既有梁朝宝唱等之经律一箱五十卷，梁朝简文帝令学士传之法宝集二百卷，后魏谭显等之重经要集二十卷，梁朝余孝敬等之内典博要三十卷，梁朝贤明之真言要集十卷，梁朝僧明等之重经要超八十八卷，亦零八十卷，梁朝敬矮之三宝集十一卷，作者不详之法院经一八九卷，唐代道士之诸经要集二十卷，法院诸零百卷，唐代玄泽等之禅林超记三十卷，明代陈时之大藏一览集十卷等。隋唐以后，旧藏经中之梵语及难解字句赋以音译之风亦行，有唐代玄音之一切经音译二十五卷，唐代慧灵之一切经音译百卷，辽西陵之一切经音译十卷，后晋可弘之心集藏经音译隋寒录三十卷，宋代处官之绍兴重雕大藏音三卷等。此外，解题大藏经亦不少，如唐代玄义之大唐开元释教广品历章三十卷，宋代韦白之大藏经纲目旨要录十三卷，宋代王古传、元代馆主巴叙之大藏圣教法宝标目十卷，明代纪晓之大明释教会目一门四十一卷，标目四卷，明代智续之月藏之经四十四卷，日本净土宗僧随天之圆山三大藏目录三卷等均是汉文大藏经，在隋唐之世即有纂辑，然其实未有印刷术，凡有编辑皆赖书写，直至宋代始有刊本，而汉文大藏经之刊印以宋太祖于蜀之成都雕刻木板印刷，全部大藏经未夯实，此即官版蜀版开宝藏。此后藏经印刻之事业陆续兴起，宋朝既有辽版之契丹藏、金版之金藏、福州版之万寿藏、毗卢藏、湖州版、浙版之圆觉藏、资福藏、契沙藏等。元代根据宋本印行藏经，有普宁藏与弘法藏两种，然元末天下大乱，藏经烧失殆尽。明太祖洪武年间，即硕德于蒋山，典校藏经，刊刻南藏，然校刊不精，时有脱物南藏之外，另有北藏、楞严四版、报恩四版等。清世宗雍正十三年至高宗乾隆三年1735-1738，以北藏为底本，附加新集，刊刻龙藏。此外尚有平家藏、百纳藏。即民国四十五年1956开始编行的中华大藏经，民国七十二年陆续出刊的佛光大藏经等。高丽藏亦属汉文系统，始刻于宋真宗时代，高丽显宗二年1011以宋代开宝藏为底本，加入真元录所收各本，此即高丽大藏初雕本。另于高丽宣宗时又开雕续藏本。高宗二十三年1236开雕高丽大藏再雕本，即今所传之历本藏经。文宗十三年1059仿契丹本而刊刻高丽契丹藏仿刻本，然今已全部易实。参阅中文大藏经1001
日本刻印之佛典本属汉文系统，然因日本藏经刊印事业极盛，且至近世大藏经之编辑乐曲完整，形成后来居上而一枝独秀之局面。日本印行大藏经始于德川初期之天海藏，系参照宋本与原本翻刻成者。其次有德川后期之黄檗藏，为明代楞严寺版之翻刻。明治时代有红胶书院刊行之梭刷藏经，系依照历宋元明四藏校对，并加入若干的日本篆书。明治35年至38年1902到1905藏经书院刊行万字正藏，系以黄檗本与隶本为底本，另参照明本而成者。明治38年至大正元年1912日本藏经院搜罗万字藏中未收之一本，即成万字续藏。明治44年至大正11年东京佛书刊行会陆续印行一套以日本篆书为主之佛教全书及大日本佛教全书。大正8年至10年由中野达会主编，日本大藏经编纂会刊行，称为日本大藏经。大正13年高南顺次郎等人发起刊行大正新修大藏经，至昭和7年1932完成，内容及古来汉文藏经之大成，共收经律论万余卷，网罗印度、中国、日本、朝鲜一切佛教名著，位举是佛学界最完整之一部大藏经。校刊方面，除历宋元明四藏外，并对照日本圣语藏本、宫本、敦煌写本及各种古译本、流通本而成。昭和13年引印校订红胶本，而有昭和再订梭刷藏之刊行。此外另有南传大藏经与国译一切经之编译，两者均以日文刊行，前者系南传系统之巴利三藏与藏外佛教典籍之整编，后者则为各种藏经中唯一包含解题注解之藏经。参阅中文大藏经1001西藏七世纪请西藏国王契宗弄赞藏 SRO San Skam PO 派大臣端美三菩提藏 Thong Mi Sam Poe 留学印度，端美留印7年悉回许多梵文经典，遂以梵字为基础创造西藏文字，并开始梵经之翻译工作。八九世纪之间，西藏译经事业极发达，西藏僧家于翻译之外，并留下大量有关佛学之注释、宗义、历史著作等。至14世纪布顿藏 Bulletin Stone 将一切经典分为甘珠尔藏 BKA Jayur 内含经律，丹珠尔藏 Pstone Jayur 内含论典两大类。藏文藏经历代之版本甚多，最早有13世纪初开雕之旧奈唐藏，其后有李唐藏、德格藏、新奈唐藏、卓尼藏、布纳克藏、杰昆彭藏、雀母陀藏、永乐藏、万历藏、北京藏、拉萨藏等12种，其中以德格藏、新奈唐藏、北京藏等3种最具代表性，尤以德格藏为现存藏文大藏经中最完整之一部。参阅西藏大藏经2588。其他西藏三藏流行于中亚细亚，至13世纪请元世祖忽必烈侵入西藏，信仰喇嘛教，以八思巴为国师，八思巴受命创制蒙古文字，并从西藏佛典译成蒙古文。至14世纪初，
萨迦派之喇嘛森奇乔士鲁藏 Charles Kyiod Sir 至朱敏比丘等及无数藏蒙回古我国学者陆续完成蒙古大藏经之传译。满洲大藏经始于18世纪，先译出藏蒙大藏经之佛部，最早系清世宗时代之金城皇教领袖吐观呼图克图一世奉敕翻译开版满蒙藏三体对照之甘珠尔，而全藏系于乾隆55年1790完成，其间亦曾尝试自汉文大藏经译成满洲文。据闻世界现存之满文藏经唯有一部保存于日本。西夏译大藏经始自宋仁宗景佑元年1034，西夏王昭元昊自宋请的大藏经，后制翻汉二字院创制西夏文字，并请回古僧翻译佛典，至元大德六年1302全藏完备，约有3600余卷。后世所发现之西夏文字课本仅有数百部。此外，近世西洋学者研究东方学之风气日盛，佛学亦在欧美学术界渐露曙光，佛典之翻译越受重视。早期多译自巴利文佛典，及至梵文原典被发现后，则见有取自梵典译成欧美文字。然其目前为止，欧美佛典之翻译多属译经译典之单行本，余值余量皆远不如东方各国。但若以现代佛学在欧美一日千里之发展观之，则欧美文字大藏经之编译应属指日可待之事。佛祖统计卷47英文大明三藏圣教目录大藏经成立传播突世又祥龙谷大学论从第287大藏经旧高南顺次郎大齐学报第42中国大藏经翻译刻印史中国大藏经雕刻史画释道安参阅西夏文大藏经2579 P893 大藏经目录及历来各种汉文大藏经之书目又称众经目录一切经目录藏经目录经录在我国经典之翻译自后汉至元代凡千余年间所出之经律论等多达数千卷初时译出之部数较少且散于各处译出故尚无一定之目录前秦以后逐渐搜集编成其后又次第增补遂有数十种之多历代三宝记卷15列举出24家录然此等诸录至隋代皆已佚失其中东晋道安所编宗理众经目录又称是道安录出三藏记及收载其要目历代三宝记卷15除24家录外另举出6家之经录然此6家经录中仅存出三藏记及集大隋众经目录此外梁高僧传卷7举出刘宋谭宗之经目广弘明集卷3举出梁代阮孝绪之佛法录3卷等然此等经录均已佚失由撰述目的之不同经录内容亦有各种特色有将各时代之译经依朝代先后记录者代录之目录有以大小乘经律论单译众译之分类为主者标准入藏录分类枕理之目录有将特定寺院所收经藏之现存经予以目录化者现藏入藏目录附有将上述各类加以组合或全体总和者总和之目录现存之主要经录如下一初三藏记集15卷梁代僧佑传集本录分17篇
其中撰出《金律论录》《安公古易经录》《安公师易经录》《安公良土易经录》《安公关中易经录》《续撰师易杂经录》《抄经录》《安公遗经录》《遗经未撰杂录》《安公注经及杂经志录》等十篇，计列2211部4251卷。本录为现存最古之经录，可信度颇高，系继东晋到安陆之后所撰者，故凡有关后汉、三国、西晋、东晋时代之易经，皆以本录为首要之参照经录。二、众经目录7卷，又称法经录，隋开皇14年594，法经等奉诏撰集，收2257部5310卷。本录不分经典之存缺，而将当时已翻译及记载于各经录之所有经典全数目录化，即所谓标准入藏录。所载有关北朝之易经资料，未出三藏记及所欠缺者。三、历代三宝记15卷，隋开皇17年废长房奉诏撰集，入藏录收1076部3292卷。本录关于北朝及隋代之易经有其资料价值，然对古代之易经而言则多混乱。四、众经目录5卷，又称隋仁寿年内典录、仁寿录、仁寿二年602、晏从等奉诏撰集，收2109部5058卷。本录系依法经录分类整理之方法为基准，搜罗隋代现存之经典所成，并附载缺本目录，为现藏入藏录中之较优者。五、大唐内典录10卷，唐麟德元年664，道宣传入藏录收800部3361卷。本录之入藏录为唐代之现藏入藏录，成人寿录之行是系根据长安西明寺之大藏经而作成。又本录在带录与分类整理目录两种性质之间缺乏统筹连贯之处理，故尚非统一之总和目录。六、续大唐内典录1卷，唐麟德元年道宣传集，本录仅记载后汉之易经部分。七、大唐东京大敬爱寺一切经论目录5卷，又称众经目录、静态录，唐麟德年中664到665，静态奉诏撰集，收2219部6994卷。本录为唐代知县藏入藏录，沿用仁寿录之形式，系根据洛阳大敬爱寺之大藏经而作成。八、古今易经图记4卷，唐代静脉传集，内无入藏录，而于一人别中列出2020余部6180余卷。本录之古代易经部分颇受历代三宝记之混乱所影响。九、大周刊定众经目录15卷，五周天策万岁元年695，明权等奉诏撰集，入藏录收860部3929卷。本录不含带录，系由刊定入藏录、标准入藏录与限定入藏录、现藏入藏录所成之分类整理目录，以其广泛采用历代三宝记之记载，故资料价值不高。十、续古今易经图记1卷，唐开元18年730，智深传集。本录追捕古今易经图记以后译出之经典160余部640余卷。十一、开元释教录20卷，唐开元18年智深传集，
入藏录收1076部5048卷。本录总和统一古来所有之目录、带录与分类整理目录之间有严密之连贯性，其分类整理目录包含标准入藏录与现藏入藏录。大体而言，本录目录完备，记载正确，分类合宜，为历来大部分藏经所沿用，并首将中国之篆书正式入藏。又习时常以一切经5000余卷作为大藏经之代称，亦由本录而来。十二，开元释教录略出4卷，唐开元18年至深传集，收1076部5048卷。本录乃将开元释教录入藏录别出而成者。十三，大唐贞元续开元释教录3卷，唐贞元10年794，元诏传集。入藏录续补开元释教录之遗漏者，及其后新译之经论、古今志令碑表记等343卷。十四，贞元新定释教目录30卷，唐贞元16年元诏奉诏传集。入藏录收1258部5390卷。本录除追加开元录以后7、10年间之译经外，其余皆承袭开元录之记载。十五，大唐保大以4岁续贞元释教录1卷，南唐保大3年945恒安传集。本录追补开元贞元二录之遗漏及其后新译等137部343卷。十六，大中祥符法宝录22卷，北宋大中祥符6年1013杨义等奉诏传集。本录收宋太平兴国7年982至大中祥符4年等29年间之新译经点200部384卷。十七，天圣释教录3册，北宋天圣5年1027韦静等传集，收6197卷。十八，景佑新修法宝录21卷，北宋景佑3年1036吕夷简等奉诏传集。本录追加由大中祥符4年至景佑4年等27年间所译之经典19部150卷。十九，至元法宝刊通总录及元版弘法藏之目录10卷，元至元26年1289庆吉祥等奉诏传集，收1644部。本录对照汉译及西藏译经典，此一特点为历来各种经录中所无者。本录为宋代以后所撰经录中之重要者。上记19种经录中，前15种分别为大正藏第49及55册所收，其次3种宋藏遗珍中收之，均为残本。最后之至元法宝刊通总录，亦收于大正藏法宝总目录2卷。又宋代以后开版之各种大藏经颇多，均附有目录，此等目录皆属现藏入藏录。历代三宝记卷七、卷九、法院诸林卷100、开元释教录卷十、大周刊定重经目录卷一、卷三、卷四、卷六、隋书经籍至第30、唐书译文至第49、P900。大藏经旨要录，请参阅《大藏经纲目旨要录》或《纲目》。大藏经索引，为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经》之内容索引。由日本大藏经学术研究会邀请6所佛教大学负责编纂。最初之计划以日本学者小野玄妙为中心，自1943年开始，
刊行阿含部、目录部、法华部各一册，炫因小野玄妙逝世及二次世界大战而告终辍。1956年，由大谷、高野山、居泽、代镇、立镇、龙谷等六所佛教大学重新提议，计划将大镇新修。大藏经中之中、印、日等三国传述部分85册之内容编成48册索引，以小野玄妙之计划为蓝本，分为分类项目别索引、音次索引、字画索引、四角号码索引、梵语索引。本书中用语之选择以汉译大藏经为准，采综合研究法，每页选出50个学术用语，分别配于50种分类项目。此50种分类项目以印度篆书部分为中心，逐项再分若干细目，如一教说、经典分类名目、三藏、九分教、十二分教等；一通说；二三藏；三九分教；四十二分教。本所引之特色乃根据最新研究成果，以梵语、巴利语等音译，故有名词为中心，尽量附注罗马拼音原文。其功用甚广，可查出某一术语在某一部经书中之用例、定义、译名，即在各宗派之观点，或查50种分类项目之所在，以及佛教之人生观、宇宙观等各种主题之有关资料。简介研读大藏经的工具书，爵士第20期 P902 大藏经纲目旨要录，凡八卷，宋代为白集，略称大藏经旨要录、大藏纲目、纲目旨要、纲目。内容系就大藏经所收之诸经论，阐释其经题，并略释其纲要。本书作于宋徽宗崇宁三年1104 P903 大藏圣教法宝标目，凡十卷。北宋王古传，元代管主八续集，略称法宝标目、标目。内容系就整部之大藏经依卷制之顺序解说各经之大纲。本书撰于宋徽宗崇宁四年1105，乃此类目录书之蒿始。第一卷至第六卷前半为大乘经律论，第六卷后半至第八卷前半为小乘经律论，第八卷后半至第九卷前半为圣贤集、传记、经录，第九卷后半为真元译经，第十卷为宋代新译经。现行本系元代管主八之续集补定。古今图书集成神译典与法宝总目录均收有本书。佛祖统计卷46，月藏之经卷44，宋史译文志第158 P903 大藏纲目，请参阅大藏经纲目旨要录。大萨遮尼干子受记经，请参阅大萨遮尼干子所说经。大萨遮尼干子经，请参阅大萨遮尼干子所说经。大转轮佛顶，梵名 Maho Sa Kakrat Vartan， 又作大转佛顶、广深佛顶、广大佛顶、慧通大佛顶、黄色佛顶，或称慧通大顶轮，为三佛顶之一或八佛顶之一，于密教胎藏界曼陀罗释迦院中安置于中尊释迦牟尼佛右侧下段第三位之尊，身呈黄色，现菩萨行，加坐于赤莲华上，右手持莲华，莲上立一独古杵，左手拇中指相捻，食指竖直面向左种。
子谓尔三昧耶行为五谷金刚杵密号破魔金刚大日经卷一句原品卷五秘密曼陀罗品一字佛顶轮王经卷四青龙寺仪轨卷下大日经书卷五 P903 大医王指佛菩萨佛菩萨善能分别病相小了药性治疗重病故以大医王誉称之杂阿含经卷十五以大医王所具有之四法成就比喻佛菩萨之善疗重病即一善知病二善知病源三善知对治疾病之法四善治病已令当来更不复发此大医王能分别病相小了药性是众生之病而授予药方使之乐福故以大医王广誉佛菩萨又为药师如来之特称大乘本身心地观经卷八大三三三零中大医王因病与药菩萨随以演化为魔经卷中大智度论卷二十二 P903大以原来1575-1630明代曹洞宗僧泸州安徽合肥书城人俗姓沙会原来大以号无义世称博山禅师无名慧经之法寺16岁落法于五台山修空观五年选至无明慧经处参学月传灯录有所审悟随慧经至玉山四起法明朝万历三十年1602七隐于江西博山能仁寺其实江南各地来求戒者达数万人学旅云集未成丛林后立主福建熏岩宝林古山涌泉等寺所至之处大弘教化崇祯三年世纪世寿五十六这有无义原来禅师广录三十五卷无义大师语录及要六卷续登存卷十一五登岩统卷十六续登正统卷三十八 P904大正1297-1361元代曹洞宗僧江西鄱阳人俗姓史字无印出家于饶州昌国寺14岁受具足戒参礼天童山云外云秀后四起法至至初年受召入宫中说法第次以佛日圆明慧辩禅师之号太定元年1324赴江浙因沉香托欢之请住衢州南禅寺为九千光孝寺至元四年1338入信州祥符寺至正七年1347入雪窦山资圣寺后居元明安至正21年世纪世寿65雪窦寺至卷六五灯会元序略卷一续传灯录卷36 P904大正指石狮子禅宗公案名大正指唐代之大正国师南阳会中此则公案为大正国师与唐肃宗丹元英真等三人关于石狮子之机缘语句莲灯会要卷三万序136-242下宿宗同师到宫前师指石狮子云请陛下下取一转与宗云朕下不得请师下师云山僧罪过后单元问师皇帝还会魔师云皇帝且至子作魔生会公案中之石狮子譬喻本来之面目非能以概念或言权表达者除非自己体的
故肃宗与大政各以政下不得，山僧罪过之语来避免直接用言语诠释本来面目。拈平三百则不能语，卷中五十二 P 九零四大类纯一九二三日本之东方思想宗教学学者，东京大学文学部毕业，历任于国事馆、大学、东洋大学等，长期研究东方宗教、哲学等，并讲授东方伦理学史。P 九零四大愿，指佛菩萨愿众生成佛之心广大深重，放光般若经卷三问僧那品大八二零上。菩萨为众生故，起大誓愿言：我自当具足六波罗蜜，亦当教他人使具足六波罗蜜，至大悲愿力，即救度一切众生之大悲愿力，为阿弥陀佛之本愿力。《圣蛮经》卷十二，《旧华严经》卷二十三 ，P 九零四，大愿寺。位于台湾台中县东势镇，开山住持圣心法师为弘扬的藏菩萨之精神，创建于民国四十三年1954，出井平屋数间，八七水灾全被冲毁，五十年重建大殿及疗房，五十八年再度重建大殿，内殿庄严肃穆，外观宏伟堂皇，为本省佛寺中极为壮观之的藏菩萨道场。P 九零五，大愿清净报土，指阿弥陀佛之极乐净土。此极乐净土系酬报阿弥陀佛所发起之清净本愿而生起者，故称大愿清净报土。P 九零五。大愿传，指诸佛菩萨之广大本愿。佛菩萨以其本愿力，救济众生，度生死海，送至彼岸之净土。犹如船筏之运载旅人到达彼岸，故以大愿传喻之。或特指阿弥陀佛之本愿。往生要集卷中大八四五八下阿弥陀佛与观世音大势至诚大愿传泛生死海，就此娑婆世界呼唤众生，令上大愿传送者西方。若众生肯上大愿传者，并接得去此事，一往也。 P 九零五，大愿业力，亦指大愿之业因力等，见于昙鸾、道绰、善导等人之所著书。对此，净土宗有各种解。是一，指大愿之业因力，盖净土之庄严与慈悲众生之功德，一切不外是阿弥陀佛本愿之作用力所致。二，指大愿之力、大业之力，即法藏菩萨、阿弥陀佛在因为发愿时之名之发愿与修行。法藏菩萨思维救度众生而建立四十八愿，故称大愿力。菩萨发下大愿后，积累照载大劫之六度万行，故称大业力。三，指大愿、大业、大力，即法藏菩萨之发愿、修行以及结果所完成阿弥陀佛之救济力。观经书卷一，往生论注卷下。观经玄一分楷定记卷一 P 九零五，大颠良久机缘，禅宗公案名，乃大颠、韩愈、三平一中三人之问答语句。大颠指石头西迁之法四大，颠宝通、三平则为大颠之士者。莲灯会要卷二十，万续一三六。三七七下侍郎文公韩愈中略侠日夜大颠问弟子君周氏多沈要处起诗一言颠句作公往错十三平一中禅师势力乃敲神床三下
颠回故云，作魔中云，先以定动，后以制拔。公作礼云：和尚门风高峻，弟子于侍者边的各入处。此公案说明，审要之处非求于外边他处可得。韩愈不解此理，而向大颠起请，故大颠沉默良久。然韩愈依然不解，三平乃敲禅床三下，表示要处即在文公自家之脚下，即位在自家脚下修学定慧等，才是身心脱落之要处。三百则卷中二十六 P 九零五，大颠宝通七百三十二到八百二十四，唐代僧，颍川人，俗姓陈，亦说杨，法号宝通，字号大颠和尚。据朝州府志载，大历年中，与药山为眼病师事会召于西山，复与之游南岳，参谒石头西迁，大悟宗旨的曹溪之序，于潮州西幽岭下创建灵山禅院，出入有猛虎相随，门人传法者千余人。韩愈被谪贬潮州时，闻大颠之名，召至，留十余日，为其能外行骸，以礼自胜，因与师往来相交，过从甚密。长庆四年，师辞众而逝，逝寿九十三。这有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及金刚经释义，又常自书金刚经千五百遍，法华维摩经各三十部，其木塔住于四侧。唐末有贼发其塔，古壁进化为蛇根，犹存如身，复一只号一蛇种。宋至道年中，乡人复挖视之，唯见蛇镜而已，乃叠石藏之，号蛇镜塔。景德传灯录卷十四，祖庭寺院卷四，五灯会元卷五 ，P 九零六。大宝法王，为元明两朝对西藏佛教高僧之封号。元世祖至元七年（1270）初，尊萨迦派之八思巴为国师，封为大宝法王，总摄天下佛教及康藏政务，开西藏政教合一之基础。元末，萨迦政权旁落，明朝建国以后，对西藏人依元朝旧制，于永乐四年（1406）封加尔居派之哈利麻藏 Halima， 本名德兴喜巴藏 Dashing Shagpa， 为大宝法王。又西藏佛教之主要传承有其独特而严密之组织，除由上师传授弟子之继承外，另有转是佛爷之传承，其中加尔居派噶玛巴藏 Karmapas 系之传承，我国一般亦称之为大宝法王。其传承是系位，第一是求松肯巴藏 Dusam Khyentpsa 1110-1193，第二是噶玛巴西藏 Karmapakshi 1204-1283，第三是朗俊多杰藏 Ram Yundorhi 1284-1339，第四是罗培多杰藏 Rob Dorhi 1340-1383，第五是德兴喜巴藏 Dashing Shagpa 1384-1415，第六是统瓦东顿藏 Thong Wei Dongden 1416-1453，第七是秋卓吉措藏 Kaudragatsho 1454-1506，第八是米却多杰藏 Mikyo Dorhi 1507-1554，第九是汪丘多杰藏 Wangchuk Dorhi 1556-1603，第十是却印多杰藏 Choying Dorhi 1604-1674，
第十一是耶西多杰藏约谁 Dorothy 1776-1702。第十二是强丘多杰藏 Chen Chop Dorothy 1703-1732。第十三是都铎多杰藏 Dojo Dorothy 1733-1797。第十四是德雀多杰藏 Thub Chug Dorothy 1798-1868。第十五是卡雅多杰藏 Kukyuk Dorothy 1871-1922。第十六是朗俊雷比多杰藏 Ren Yun Rig Dorothy 1923-1981。佛祖统计卷48。佛祖历代通载卷21 P906。大宝广博楼阁善著秘密陀罗尼经。梵名 Mai Vipula Vimna 6VA Supratihita Kuya Parama Rohashya Kalpa RJA DHRAI 梵三卷，唐代不空译，略称宝楼阁经，收于大正藏第十九册，卷首列大宝广博楼阁善著秘密陀罗尼轮二图根本陀罗尼及引续品之文记其功德。卷上有续品根本陀罗尼品心即随心陀罗尼品，卷中有成就心陀罗尼品成就随心陀罗尼品诸仪轨陀罗尼品建立曼陀罗品画像品护魔品，卷下有护魔品之余。全经旨在说明大摩尼广博楼阁善著秘密陀罗尼之威德力功德成就法修行仪轨曼陀罗建立法护魔法等。本经上有二种意译本，即广大宝楼阁善著秘密陀罗尼经三卷，唐代菩提流之译，即目离曼陀罗咒经一卷，梁代译者一名，均收于大正藏第十九册。其中菩提流之所译者品名与本经有异，且将护魔品分为护魔及印法二品，而总称十品。穆尼曼陀罗咒经则不分品数，且无续品，又将护魔品之于普遍光明宝清净如来心印以下之诸陀罗尼印至于曼陀罗建立品之前。开元释教录卷六卷九真元心定释教目录卷十五诸阿舍离真言密教部类总录卷上 P907。大宝积经梵名 Maratnaka Astra 梵一二零卷，又作宝积经唐代菩提流智等译，收于大正藏第十一册。系纂集有关菩萨修行法及受记成佛等之诸经而成。宝积即积即法宝之意，因其为大乘深妙之法故谓之宝，聚集无量之法门故谓之积。全经计收四十九会部，其中魏晋南北朝隋唐之诸译经家用不同经名陆续译出耳。十三会八十卷余称为旧译，菩提流智新译出二十六会三十九卷半称为新译。本经即为新旧译之合编本。全经内容泛论大乘佛教之各种主要法门，涉及范围甚广。每一会相当一部经，亦各有其独立之主题，例如四十六会文殊说般若会主要论述般若性空之思想，第五会无量寿如来会宣说弥陀净土之信仰，另如第二、第三、第七、第十一、第二十四会等则阐扬密教之各种重要教义。此外本经各会所属部类义极纷杂，如第十四会佛说入胎藏会属于小乘部，第一三律仪会，第二十三摩
喝迦叶会属于律部，第四十六会文书说般若会属于般若部，第四十七会宝髻菩萨会属于大吉部。故可说全经每一会虽然各有特色，然若就整体而言，则缺乏一贯之系统。又于菩提留志所译二十六会中，有十一会二十二卷未初次翻译者，其余十五会则属众议部分。本经之意一本极多，滋味便于比较，特将四十九会名称、卷数、译者、心意及指菩提留志列表如此。除上举四十九会外，另有下列之意一本。右下表会数栏内之数字，乃相当于大宝积经内容之会数。本经之范本，经仅存部分断简残片。据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十等载，玄奘自印度归返时，曾带回本经之范本。玄奘译完大般若经六百卷后，诸方明德又敦请玄奘再译本经。然其实玄奘已经历殆尽而预知既期不远，遂舍却所请。而玄奘所带回之范本今已不存。另据多罗那他之印度佛教史第十三章、第二十章等所载，本经之梵文原本与华严、大吉、般若等经相同，均有十万诵之多，后因辗转传译而仅于今之四十九会一二零卷。本经另有西藏译本，题为《大宝积法门十万章》，藏肯 Kogdrasex Pai Chen Poi Chais Kyi Renam Grasle Usto Frag Brkya Pai， 亦有四十九会。然西藏译本原为各会单独传译，且缺少其中若干会，后乃自汉译本补充数会，并仿其四十九会之志而集成者。本经各会之著书极多，北魏菩提留之所译之大宝积经论四卷，安会者为第四十三会之释论，同为菩提留之所译之大宝积经是为第四十一会之注释。前真之大宝积经书三卷为第十五会不空一本之注释，康僧会之大宝积经子注为第十九会安玄一本之注释。此外第五会、第四十八会之注书甚多。开元释教录卷九、智源法宝刊通总录卷一、月藏之经卷二、卷三、西藏译大宝积经研究英部文镜大古学报第十一之三 P 九零八、大宝积经论梵名 My Ragnaki Dharma Periyat Atas Hasrik Parivarta Kayapa Parivarta Ek 凡四卷。安慧者据西藏译本，北魏菩提留留之译。此论虽名为大宝积经论，然并非唐代菩提留志所编译之大宝积经全经一二零卷之释论，而仅是第四十三会普明菩萨会及古宝积经之著书。本论内容初皆出归禁忌二颂，其次论是宝积之名义，盖宝积已经摄尽一切大乘法中，如来为诸菩萨所说各种邪行、正行等十六种相差别之说法，故称宝积。其后就原经文以问答体详释原经之文义。本论所论是之普明菩萨会另有三种义译本，于四种译本中本论博采四本，而以大宝积经第四十三会之普明菩萨会为主。本论另有西藏译本，收于丹珠尔经书部。历代三宝记卷九、大唐内典录卷四、古今易经图记卷四、开元释教录卷六、真元心顶
是教目录卷九P 九一二。大觉，指世尊之觉悟，又作正觉大悟。世尊觉悟宇宙之实相后，不仅将自己从迷惑中解放出来，更欲使他人得到解脱，而今觉行圆满，故其觉悟称为大觉。心地观经卷一人，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卷上 P 九一二。大觉引进禅宗公案名禅院蒙求卷中万序148-120下位府大觉禅师僧问学人帐末见你取狮头时如何师便引进僧云斩便打末乃古代吴国之著名刀匠甘江之妻其所制之名剑称为末剑公案中之末剑表示利剑之意此则公案说明大觉禅师对生死透脱之状禅林类聚卷17 P 九一二大觉世尊大觉与世尊之合称又作大觉尊自觉觉他觉行圆满故称大觉为世中之尊故称世尊人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卷上大8-835上大觉世尊前已为我等说摩诃般若波罗蜜多金刚般若波罗蜜多天王问般若波罗蜜多大品等无量无数般若波罗蜜多令于大乘本身心地观经卷一大乘阿毗达摩杂集论卷一等之记中亦见此称摩诃止观卷一上 P 九一二大觉寺又称云门寺位于广东汝源县云门山云门宗初祖文衍创建于五代同光元年923参阅云门山5335位于北平阳台山始建于辽咸雍四年1068初名清水院今时为西山八大院之一称灵泉寺明宣德三年1428重修改经名位于浙江于前县北西天目山莲华峰全称大觉正等禅寺元至元29年1292灵济宗杨岐派高峰元庙创建元庙之后由大觉祖雍全摄四世后永泰住持此寺寺有五凤楼诸天阁藏经可观楼等元末遭兵火明洪50年1377龙前众建永乐元年1403遭洪水崩坏12年宗固遗寺止于今的弘治七年1494知府梁万忠恢复旧址重建大殿及禅堂等明末复毁今存者为子院新续高僧传卷18卷59天目山名胜志前文选位于台湾高雄县大社乡清康熙27年1688由台南知府蒋光勋所兴建为台湾古刹之一台湾光复后由眼镜和尚出任住持民国48年1959该寺恭请龙到慈矮二法师进山后募资重建现已颇具规模日本高野山真言宗大本山位于京都市本为嵯峨天皇之离宫时称嵯峨院真观18年876皇女纯和天皇改之为寺而以恒济法亲王纯和天皇皇子未开山后与多天皇入住该寺后大建伽蓝世称中心开山大觉寺法皇日本南北朝之意
何意在此举行？寺东之大泽池，景色颇佳。寺内藏有甚多佛画，披九一二，大觉金仙，指佛陀。宋徽宗宣和元年1119，常诏改佛陀为大觉金仙。宋史徽宗本纪，宣和元年春正月乙卯，诏佛改号大觉金仙，于为仙人大士，僧为德士，中略女官为女道，尼为女德。盖时以佛教隶属道教，为佛为仙人之一，时欲贬黜之意。然印度古代每称七隐山林修道之人为仙人，深含尊敬之意，而对佛陀即视为超乎声闻、缘觉等之大觉者，故特以大觉、大仙称之。又因佛身为真金之色，故称金仙，诸经中多用之，非如我国后世所含贬次于道流之意。佛祖统计卷46辟九一三，大觉院位于台湾台中市五权路，创建于民国59年1970冬，源于民国13年，信众于万春宫前举行佛学讲座，以皈依者日多，且露天讲座之不便，乃筹建大觉院，以为弘法之用。因信众日增，院址不敷使用，遂购得五权路县址。54年成立财团法人，以翁且东为董事长。59年破土奠基，大殿及两厢三层楼房先后完成，巍峨堂皇，气势宏伟。批九一三，大觉泼水，即宋代云门宗之大觉怀莲禅师，1009-1090，因洗面泼水于德而有审发之典故。大觉为乐坛怀城之法寺。据五灯会元卷15载，大觉诞生以来，即已知其天秉，自幼慕道而出家，寝食之间亦不懈怠，一日洗面泼水于的，唯有审发，即寻师访道，后于乐坛之法席会的禅旨，蒙受应可。禅院蒙求卷上辟九一四，大觉录，请参阅大觉禅师语录。大觉禅师语录凡三卷，又作兰溪和尚语录、建长开山大觉禅师语录、大觉录。宋代僧兰溪道隆1213-1278传，智光、元显等编，收于大正藏第80册。道隆于李宗淳佑六年1246赴日本弘法，故本语录之编辑系由道隆之中日两国门人合力完成，内容包括著日本长乐寺、建长寺、建宁寺之语录、小参，另有普说、法语、颂古、祭颂、佛祖赞、小佛事等，卷末附录普说补遗一篇。批九一四，大钟，指报时之名及器，又作范钟、红钟，悬于钟楼之上，每日晨昏及法会之际鸣之，可号令全山之诸堂赤修百丈清规卷下。辟九一四，大灌顶神咒经，请参阅灌顶经。大灌顶经，请参阅灌顶经。大摄受，为佛之德号，佛以大慈悲摄受一切众生，故有此称。赞阿弥陀记大47-423上，稽首清净大摄受辟九一四。大铁围山，即围绕3000大千世界之大铁山。据张所之论卷上器世界品载，以阎浮提等四大洲为一
小世界，即一千小世界为一小千世界，其外有一铁山为之，称为小铁为山，即一千小千世界为一中千世界，其外亦有一铁山为之，称为中铁为山，即一千中千世界为一大千世界，其外复有铁山为之，称为大铁为山。参阅铁为山6878 P914大全。指佛菩萨等大圣为嫉妒众生而显现种种异形，观无量寿经正观继位为提西夫人，即阿舍世王西为大权之世基。大权修理菩萨，略称大权菩萨，为禅家之护法神，寺于浙江定海县东之昭宝山。阿育王山，该山耸至海滨，船舶宝货长及其下。大权菩萨向着帝王之福，左手负鱼膝上，右手加额，呈远眺之姿，以示护航招宝之意，故又称招宝七郎。参阅大权修理菩萨915 P914 大权修理菩萨，禅林护法神，亦为阿育王山之护法神，又称招宝七郎、大权修理菩萨、大权菩萨、招宝七郎、修理菩萨，以寺于浙江定海县东招宝山，故有此名。招宝山又称阿育王山、山林东海、渡海者每望山而遥其大权菩萨之护佑，故寺院中之此尊形象，多作家而遥望传之之状。据《旧唐书·宣宗本》记载，宣宗即位前曾就言观之安师剃度，会昌五年845至会稽参议事提还因辞，其心赴法门，神即托梦告曰：三年后登位，必自新法事果宴。大中元年847二月，乃敕事提还因招宝七郎、大权修理菩萨之号，其形象左手安置于膝上，右手加额，作远眺状，以示护航招宝之意，身着帝王服，亲着正臣，常作大权赞，威权广大，赫赫煌煌，神通电也飞速，愿力精息未刚，护佛真身舍利，衣前不是佛光，如何是佛光？着额望扶桑。古今图书集成山川点第110银山青归卷上禅林相气兼林相门 P915 大建禅师小青归全一卷元代大建清拙正臣传，今收于大正藏第81册，又作大建小青归略树林继宗丛林之规矩，即收两班出班拈香之法，作具礼拜之法，为纳虚之法，月中每日周时念文诗时，僧堂众僧须知，侍者疗榜相看求挂搭礼，四节日巡堂礼，四节僧堂查礼，藏主疗榜禀服提纲法精进劝等十余条。本书系大建禅师东渡日本1326后，以百丈青龟为蓝本，为适应日本禅林而作。P915大观1201-1268宋代林济宗僧，浙江鄞县人，俗姓陆，号悟初，为大会宗杲之法孙，四北居简之法。南宋淳佑元年1241进驻浙江法香禅院，举扬禅法，其后转驻向田兴教禅院、至门禅寺、教中报国禅寺。景定四年1263住持阿育王山广利禅寺及
六处道场、弘扬大会下之灵济禅，皆化四方之宿。咸淳三年1267，觉心居士在堪古尊。素语录，诗未记总序。门人得普编有悟出和尚语录一卷，又集其诗文为悟出圣语25卷。咸淳四年世纪，世寿68。玉王山志卷8，续传灯录卷35，五灯严统卷2。12，辟九一五。